这首歌就是你看那个，因为他们比较老了，我还十八，我在没有那个年纪，就是大学的时候写的歌，因为我前面有个乐团这样子，然后我很喜欢写一些很中二的歌这样子，对，还好啦，我是感觉比较年轻，比较操劳一点。他其实只是换一个东西，他用吉他来表达他的很好。好，对，来带来这一首就是。我写的歌，我跟你讲，只是我很少，我没办法唱，因为我不会唱。